Hello， 大家好，我是咪咪，我今年28岁，那从事模特的工作。我磨低熔乳的手术已经经过了一年，因为之前需要接拍照的工作，会需要穿比较需要展现身材的服装，可是之前的胸部尺寸比较小，所以变成需要包很多层。还有天 New Bra 就胸部很容易过敏，所以考虑了很久之后决定来做抹低熔乳手术。我术前的时候是 B 罩杯，那我上围看起来比较扁平，穿衣服很不美观。那我现在对我术后的胸型整个形状觉得很满意，现在是小 D， 那外观不会有边缘感，然后也很柔软，觉得很满意。我跟朋友出去的时候，他们其实都蛮羡慕我现在的身材。一开始他们也没有发现我有去做抹低熔乳手术这件事情，是我跟他们说了之后，他们才发现，哇，怎么可以这么自然，摸起来也很柔软。我现在穿衣服上比较自信，然后很比较敢挑战穿比较性感的洋装，然后不需要特别在里面穿内衣就可以撑起衣服，然后也很自然，不会假假的。我会自己热敷跟按摩它，虽然做摩的手术不需要按摩它就可以自己恢复，但我比较习惯用按摩辅助它，让它更快自然。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抹低熔乳手术。那抹低这个材料是属于一个比较新的材料啦，那它同时拥有了绒毛面的特性，就是手术后不需要按摩，方便照顾。那它的柔软度又比所谓的软筒的绒毛面还要再进步一点点。还有就是它在安全性的设计上，包括有晶片啊，整个表面的丝绒的设计啊，延展性的设计啊，其实都比传统的绒毛面还要好。我们在选择材料的大小会根据你的几个状况，第一个你的胸型、胸廓大小，还有你自己的组织的分布量，那选择适当的材料来做这样子的选择。那我们当然都希望说这个手术做完当然要需要有足量的增大，接近自己的期望值，那同时也要兼顾到所谓的手术后的胸型，它是一个漂亮好看的胸型。我们今天会选择从腋下的伤口来做植入的一个位置。那腋下伤口它的好处就是我们会选择在腋窝的地方跟腋窝皱褶混在一起，这些伤口好了之后形成了疤痕，它变成细细白白一条线，相对来说是比较不明显。那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其实是一个无菌的状态，在植入要放进去之前，我们会重新再消毒过所有的器材啊，保持一个无菌的状况，让这个植入物进到体内去。相对来说这样子可以让手术能够达到更安全的结果。那手术过程全程是内视镜操作，所以在空间的剥离跟止血上面可以做得相当的完整。那也是因为在内视镜操作底下的止血完整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特殊状况，我们手术后它是不需要拔引流管的，所以在照顾起来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的。那伤口关起来原则上也不太需要拆线，那第一周第二周会来看伤口复原的状况。手术后还有一项工作要做，就是会绑束胸带。那束胸带其实就是为了压迫消肿跟稳定胸型，所以这个缠束胸带的时间原则上来说会根据胸型变化的状况来做调整跟时间的延长。我觉得教主医美的环境很舒适，然后吴医师还有护理师他们在卫教咨询上都是很用心的做说明，那会依照我的需求及最适合我完美的胸型做出客制化，那术后的照顾上也很用心，让我觉得很放心，所以我很推荐教主医美诊所。